小山记方块烧太平店地址：台中市太平区中平路24-7号，电话0938-969-124，营业时间14点到20点，公休日、星期日。店家 FB， 请按我造型很可爱的方块烧，虽然我都说成山形烧，因为饼皮上面就有一个山字样，太平店有点远，然后在一般住家的前面，旁边就是太平运动场，目标比较大。然后搞笑的是，当我正在写文章一查才知道，美村南路和逢甲也有分店。乌天的，我跑好远，光是看到台面上做好的方块烧就觉得很有分量了，跟台中某家的要先预约的红豆饼有异曲同工之妙耶，但一个都很有存在感 ，Tilda， 每一个都烤得很漂亮，果然训练得不错 ，Tilda。熏味起司机$25，喜欢咸的口味的，可以买这个来吃。之后会不会出现樱花图案的，还是现在很夯的皮卡丘？不然来个我可能不会爱你里面的方头师就更赞了，饼皮为酥。吃起来有一点像松饼的口感，也比一般的红豆饼的饼皮还要来得厚一些，所以吃完一个就觉得是很有存在感的方块烧。撕开看就知道了，内馅比例上算是中规中矩的，调味上还不错。还有千丝哦，恋恋巧克力$20，巧克力内馅就比较多，一口咬下就有点爆浆了。再吃一口。已经要留下来了，下午时间吃这个是一定会饱的。老板其实可以顺便卖个饮料耶，因为吃完两个我有一点渴了。招牌奶油$20，这个饼皮就可以感觉出厚度了，奶油吃来甜度刚好，浓度也恰当。不知道分店的食材是不是都中央厨房提供的，我看草屯店有火龙果、凤梨和韩式泡菜起司口味，问老板才知道原来是草屯店自己研发的。抹茶红豆$20，原味红豆$20，刚好周末有买五送一，老板就送了一个红豆口味的，所以所有口味都吃到了。太平运动场旁 Tilda 蓝色骑士 IGBLU119CHESE